启示录第四章。找到了，弟兄姊妹一同来读。启示录第四章。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因为这是灵粮，因为这是隐藏的书卷，因为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请你亲自解开这个书卷，向众人解开这书卷，因为你是配拿书卷配解开基因的主，因为你的道如同两刃的利剑，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刨开，连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求你借着我们的祷告，托起我们的敬拜和侍奉，把今天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主你按照你的应许来成就的事，因为你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向你开门。今天你必向众弟兄姊妹开门，将新约启示录这卷书向众弟兄姊妹打开，向众弟兄姊妹的心窍给你开启。今天你亲自在外面叩门，使我们敞开心门，你就住进我们里面。你不仅住在我里面，还而且要叫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明白你的救恩，不仅明白过去事，也明白现在的事，更明白将来主耶稣基督要来未成的事。把这样的事你亲自来光照给你自己的众教会，叫你的众教会都能在这
幕后的时候，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警醒的祷告，警醒不倦，来预备我们的心灵，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主啊，我们盼你再来，愿你从天上将你众人显现，将你自己的众教会显现，因我们盼望那日子来到。但今天你借着启示录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救恩，明白你来的日子，未来你先所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就求你来照着你的旨意来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也借着你自己的瓦器的口，把每一段圣经都讲得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叫每个弟兄姊妹都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你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和能看的眼，叫弟兄姊妹心窍得以开启，既已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听我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了，咱们讲第四章。第四章讲的是什么呢？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在天上敬拜。这是天上的景象，这是在天上，不是地上的事儿。天上四活物和24位长老的敬拜。首先我们要看第一节，第一节讲什么呢？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门开了。这个天上的门开了，他就听见了。这个天上的门开，天开天门呢、在圣经里头一共是有了八次开天门，8次。在旧约2次是天上窗户开的，旧约就出现2次，其余的那6次全在新约里出现。我们首先看以赛亚书第6章第二节，天上，天开了啊！以赛亚书第6章，6章2节，晓得没？咱们从1节到2节，不是这个，不是啊，我们看，不是那个4章，创世纪啊，创世纪7章11节，这个旧约有2次，天上，整个天上的窗户敞开了。然后旧约有2次是敞开窗户的，新约有6次是天开的，小子们，11节，找到了，咱们一同来读。1、2，当挪亚600岁，20世纪那一天，大渊的前缘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好了，就读到这个地方就可以。这个敞开是什么呢？在旧约里敞开是什么呢？在旧约里头说天上敞开了，窗户敞开了，是不是？旧约只有2次敞开了，说这个是天上窗户敞开了。窗户就是天上窗户敞开了。旧约这2次啊，都是刑罚，都是愤怒。唯独新约里头有几件事情，新约里有几个是天上开了。新约旧约是只有2次，是吧？天上窗户敞开，都头一次是挪亚方舟的时候，人类犯了罪了，背离上帝，最后上帝使天上的窗户敞开了，降雨给这个地上。40昼夜来刑罚这个世界，是刑罚的。这个窗户敞开啊！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24章11节，以赛亚书24章11节，18节，不是24章18节，
十八节，找到没？找到了。从第十七节开始看，地上的居民呐，地上的居民呐，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是吧？注意看，躲避恐惧声音，必坠入陷坑。说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说因为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地的根基也什么？震动的。这里面也说天上窗敞开是什么？是审判刑罚呀，还是好事？哎，这两个全是审判刑罚啊！审判刑罚就是这两次啊，是审判和刑罚。刑罚。这两次审判和刑罚啊，这两次天上窗户敞开的是上帝的烈怒临到。为什么在旧约的记载都是上帝的烈怒，在新约的不一定都是烈怒啊？等一会儿咱们看这几段经文，咱们先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一共八次啊，就是一共在旧约的两次，在新约的六次，一共八次。第三章，找到没？咱们看二十一节，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耶稣为新约圣经六十八页，找到没？好的，咱们一同开上来了。每一件就是天，只要敞开，就会发生一件事。只要敞开一次，就发生一件事。天开了发生一件事，窗户敞开也发生一件事，不是审判，就是得荣耀。不是审判，肯定有好事出现，不是坏事就是好事。但旧约多半是什么？坏事。唯独新约，为什么旧约是坏事？因为旧约在律法下，是不是在律法下，上帝窗户敞开的就审判人，是不是？是。新约是恩典下，多半新约都是好事。我们看，新约的，先看路加福音，什么好事出现？这个天上窗户也敞开，说这天上天也开了，找到没？找到了。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件事是上帝喜悦人的，所以他在新约里头有六次，旧约里两次，一共八次啊、哦。天开了，这个是天窗敞开了，上帝愤怒不到，两次都是天的窗敞开了。这个是什么？耶稣受洗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天一开了，圣灵就从天上什么？表明神和人是和好啊，是不和好？和好。这个天上窗户敞开了，是表明神人是和好啊，还是不和好？不和好。不和好。这个审判是不和好，神是以愤怒、以烈怒出现的，是不是？以刑罚来代言，说整个的天是阴的。整个天是降大暴雨，所以这个时候呢，是神人之间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是上帝审判的世界的人。而耶稣基督来了，耶稣正受洗的时候，神和人这个关系缓没缓和呀？缓和了。所以神和人不单不是审判者和被审判之间的关系，而是儿女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旧约是审判和被审判者之间的关系，听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因为旧约有律法，因此就有审判和被审判之间的关系。新约为什么不被审判了呢？是因为恩典和是不是？因为恩典出现，神和人之间是什么？儿子和父亲之间的什么关系？那个时候是奴仆，是不是？和主人之间的关系。那个时候是审判和被审判之间的关系，这是旧约圣经，它和新约圣经不一样的就在这个地方。旧约圣经，神的愤怒临到人，所以是审判和被审判之间的关系，导致人和之间他俩是什么？是
敌对之间的关系，新约呢是爱情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啊？说你是我所爱的，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代表，所以他来了，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拉近了，和好的。因此呢，说天上窗户敞开之后是怎么的？圣灵如同鸽子一样什么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和平鸽就表明耶稣基督给人带来了什么和平。下回弟兄问的时候就会问的这个问题，这两次啊，旧约的两次是审判，代表是什么？审判和被审判之间的关系。新约代表和平，神和人是和平之间的关系，是儿子父亲和儿子和平之间的关系。所以因此新约多半都是不是审判。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六节，七章第五十六节，斯蒂芬被打死的时候天开了。这是路加福音，这刚才那两记住了吗？这路加福音对三章二十一节，这个是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六节，斯蒂芬被打死的时候天开了，然后呢就神就接续了他的灵魂，他看天开了之后他看见什么了？他说我看天开了，然后呢人子坐在谁的右边？神的右边。你注意看啊，咱们从五十四节开始看，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他说什么了呢？斯蒂芬说一件事情，众人就恼怒，是不是？他就在前面说，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是吧？说你们这应着景象，是先人未受割礼的人，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说的吗？说逼迫。说他们，说你，他们也把预先传说的异者要来的人杀了。预先就是先知，都把先知杀害了。说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杀，就是耶稣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就是因为这句话。你们有律法，但却不遵守。说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你们今天就在那人手所造的殿里是吧？就因为这句话，他们众人就咬牙切齿的，是不是？五十五节，但斯蒂芬被圣灵充满，然后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就因为这句话，众人就怎么样？众人一看一听，这个简直是个疯子，是不是？斯蒂芬怎么能说这话？斯蒂芬是在《使徒行传》里是，他是干什么的？啊，他干什么的？斯蒂芬做饭的，是不是？在教会中间做饭的，被圣灵充满。今天你就是个做饭的，你要追求上帝也，是不是？你要在神的面前追求长进，上帝也充满你，是不是？我们看啊。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来，把他推到哪儿啊？城外，用石头打他，说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就是以后那个扫罗吧。所以他在这段经文五十六节说，我看见天什么开了，一个人真正看见天开的人，死有什么？天真向你开了，死也不能看啊！因为这个斯蒂芬啊，他是被圣灵充满，看见一个异象，就是天上的异象显明，所以他看见天开了。每一次啊，看天开了，都有一件事情发生，因为上帝肯定要借着这个天开了，要叫人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事呢？天开了，圣灵降下来。头一次这个路加福音，天开了，圣灵降下来。那这个天开了，看着人子坐在父神的右边，是不是啊？他看着这个异象，所以他不怕死，因为他马上就面临被拿石头打死，在这个危险的状态，然后他看见天开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旧约呢，天开了是审判人，就是窗户开了是审判人。新约呢，上帝要接斯蒂凡，这个地方是谁？圣灵降下，落在耶稣身上，证明一件事：耶稣是从神差来的，是不是啊？是上帝的独生儿子。这个是证明是什么？斯蒂凡，斯蒂凡为主殉道，已经是上帝悦纳的，蒙上帝悦纳的，所以他看见天开了。好，再看这里边说天开了，圣灵降在一个是圣灵降在耶稣身上，新约这是两个，第二个是斯蒂凡看见天开了，看见人子坐在父神的右边。使徒行传再看第十章第十一节，彼得见异象，上帝要借着异象来指示他，外邦人也要得救，也要因信耶稣基督得救，这也是一个异象啊。我们看第二十第九节第十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回游向外，就是看见异象在外面，回游向外看见天什么开了，这又是天开。这次天开是什么？这是《使徒行传》啊，十章第十节是吧？第十章第十一节啊，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节，见天开了，看见什么呢？这个什么异象啊？就是有一物降下来，兜里装着不洁净的动物，然后叫他宰杀，是表明什么？外邦人得救的异象。那不是，那物不是叫你不吃动物，不是吃动物不吃动物，是不是啊？旧约那些动物啊，洁净和不洁净代表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以色列代表洁净的。那这是什么异象呢？外邦人得救的异象。那建了这么个异象，这个是什么异象呢？斯蒂凡被这个斯蒂凡呢被打死，他看见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的异象，或这么一个异象。这个是什么呢？约翰看见哥，其他的人都没注意，就是约翰看见那个神的灵降在耶稣身上的一个异象，都是异象。这个天窗开了是审判的异象，都是异象啊。这里边好，再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节，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九章啊，第一节，小子们，我观看见天开的有一匹马，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好，这个地方天开了，这天开了出现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什么？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这是谁？耶稣。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耶稣啊。这个是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这个是耶稣再来的意象。耶稣再来的意象都是意象啊，所以您不见意象就怎么放肆，没有意象您就放肆。所以这个几个意象显现是要说明一个问题，耶稣来，所以这个启示录讲这个地方是约翰见的异象，所以把它记在这上面。他看见人子来，这是把将来的事情提前写出来给我们，好，借着异象写出来，好给我们做预备的心智，这是基督再来的异象。
要审判全世界，再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对不信的人是审判，是不是啊？这是基督带来的意象，几个了？这有两个了，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还有俩。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一章五十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啊。孩子们，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什么？天开了。天开了。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表明救恩，是不是啊？神的使者来施行什么？来报信息，来报救恩的大好信息。说神的使者在上去下来人子身上是谁？是谁呀？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是人子。这个是约翰福音一章，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将来的意象，说约翰福音啊，一章五十一节，耶稣讲到的，说天开了，你们要看见天开了，谁看见天开了？谁看见天开了？我们一个有救能有救恩上的有看见的人，他就看见天开了，对他来说天开了。礼拜已经亮了，天开了，表明亮了，是不是？礼拜的心灵敞亮，敞开了，用大光来光照你，天上的光来光照你，所以天开了。说人子，人你们要看见人子在，说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就是意思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上去下来。那表明什么？传讲这个神的使者是什么？报信息，报好信息的。你比如说，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神的使者来报，是不是啊？玛利亚将回命，神的使者来报，神的使者报这件事，所以这件事情你们将要看见，你们将看见是指谁？我们信的人将看见这件事，这是天开了，也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救恩要借着神的使者来传递。还有一段在哪了呢？在哪了？刚才咱们查的是哪一卷书啊？啊，启示录，启示录在哪个地方？刚才咱们查第几章？四章。启示录，咱们不是查的第四章吗？四章的第一节天开了，是不是？一共几个？八个。八个，这个旧约两个，旧约两个。完了，新约一二三四六，新约六个，一共是几个？八个。八个啊，新约出现都是好事出现，是不是？基督来是好事，是不是啊？然后呢，圣灵降临是好事，斯蒂凡被打是什么事？彼得见异象，外邦人得救，对不对？斯蒂凡要将被接到神的荣耀里，是好事坏事？好事，好事。然后是启示录十九章，耶稣再来是好事是坏事？好事。约翰福音人子说，你们要看见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好事坏事？就是传报信息，传报救恩的信息。第启示录四章一节是天上的敬拜，说这个天敞开了，是看到天上的敬拜，这是上帝给约翰的一个意象，看到神的使这个是看到谁呢？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在天上敬拜。好，咱们往下看啊，这个地方单指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在天上的那个背景，敬拜的背景，别的没有确切的提。我们看到天开了，见，注意看，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说他听见一种声音，像吹号的声音。第一个是见天开了，第二是听见。第一个是见，第二是什么？听。这就表明上帝开启了他的耳朵，也开启他的什么？眼睛。你今天你若没有听，也没有见，表明上帝呢对你没有开。为什么有的人看圣经一下子就看明白，有的人看不明白？说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因为上帝这个救恩的门，像有一些人是什么？
关闭的，像有一些人是什么？敞开的，敞开的。所以因此，像敞开那群人，他就能看见这样的异象，说不见异象，民就放肆；见了异象，民就不放肆。这什么意思呢？说不见异象了，民呢，他就不明白天上的事情，他因此他就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当见了异象了，就像约翰这样，像该隐那样，一看见异象，马上就什么？马上像死了许久一样，马上像死了许久一样，被大光光照了。从前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光看着字句的时候，就跟死人一样，跟死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主的大光，他的救恩真理临到我们，我们马上活过来了，是不是？活过来的人马上看见上帝给的异象。我们再看，他听见一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他见天开了，听什么呢？听号声。把这擦了行不行？眼睛看的是天开的，耳朵听的是什么？信号的声音。这是见，这是听，听什么？号声。一个人，你打雷他也没，他醒不过来，那样人是什么人？这是号声，这就表明他的灵力特别敏锐，能够看见，能够听见。听见什么呢？这第一节啊，这第一、第二这么写啊。第一是见开天开的，第二是听号声。听完号声，马上就出现什么？我们往下看，听见号声，对我说，这号声有人的声音，人说话的声音，这个号如同号声一样这么响亮。表明今天一个灵敏敏锐的人听见主的话，就如同在这个世界上像吹号的声音，像这四代像吹号，因为马上有一件大事情要发生，因此呢，在前面就显出了天上那个敬拜的意象。天上敬拜先是什么？四活物和什么？二十四位长老。等一会儿咱们看啊，等一会儿咱们看，是吧？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上哪里去啊？天开了往哪上？往天上上。曾经保罗也被提到三层天，看完了之后回来就活上命了，为了传道活上命了，对不对？对。约翰也看见了，约翰也被提上，他说你上到我这里来，天开了之后他听见声音，马上就什么？上到我这里来。表明约翰这个隐秘的事情从哪听到的？天上听到，不是从地上领受的。今天你从哪听到的？你听的是人的声音，还是听从天上来的声音？你听谁的声音很关键，要听错了，听人的声音你是给人做见证，听神的声音就给神做见证。所以他听见，首先听见了，也看见了，然后呢有个声音指示说，你到这里来，我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谁要指示约翰必成的事？是不是？听，第三是上，是不是动词啊？上到主那里，这动词啊，见、听、上。然后第四是什么？被指示未成的事，将来未成的事。被指示将来未成的事，所以这一节经文讲到了四个：第一个是天开的，见天开的；第二是听号声；第三个是什么？上到主那里去；第四是什么？被指示。将来未成的事，将来未成的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都要有的。第一个是什么？有看见；第二是要有听见；第三个要进到主面前，领受主的话语，对不对？第四个是什么？就被差遣出去传道、传福音、做见证。他不是在说单说约翰，我们每个人被
被主所使用的人都应当有听见有看见，还要进到主面前，是不是啊？是领受从神那里来的指示，好去什么传讲天国的福音。约翰是末世圣经者，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上帝借着我们来解释圣经，并且要把圣经这个救恩真理传给所有万国，向众人做见证，对不对？所以耶稣说常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也为我做见证，圣灵同时也做见证，对不对？要做什么见证呢？做你看见的，做你听见的，做你得到神指示的，对不对？对，感谢主的恩典啊。好，再继续往下看第二节。第二节我立刻什么，是二节啊，五个六节二节啊。第一是什么？被圣灵感动。一个人什么样的人被圣灵感动呢？哎，注意看啊，这里被圣灵感动不是所有人都被圣灵感动。约翰是什么？听见了，约翰也看见了，约翰也进到神面前，也被指示了。这个人就什么？被圣灵感动。有许多人追求圣灵感动，说方言就是圣灵感动，说方言就是圣灵感动吗？圣经哪个地方说说方言就是圣灵感动？这个地方约翰根本就没提到方言的问题，被圣灵感动。所以就不要把被圣灵感动专说成说方言就被圣灵感动。我不否认被圣灵感动的人可以说出别国的话语，但是不要把那个就变成绝对化了。约翰还有什么？有见，有听，有上到主那里，有被主指示，因此被圣灵感动了。你怎么解释呢？你怎么解释？有的人就是强调你非得这么样，你非得那样，就被圣灵感动了。约翰就被圣灵感动了，对不对？第二章，第二小节啊，就第二小节，他说我被圣灵感动，立刻被圣灵感动。他看见第四。二是他看见什么了？看见宝座。看见什么了？宝座。对，他看见一个宝座。他说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他看见有一位说宝座安置在天上。看见的第一个是什么？宝座。宝座。还有一位是坐在宝座上，他看一个宝座，然后还有坐在宝座上面。再往下看，他还看见什么呢？好像碧玉和红宝石，表明天上好不好？好。这个不是我们人间那个宝石，所以这个都是属灵的，不是人间那个宝石。他看见好像，好像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好像啊？是啊，好像是什么意思？这里面说他看见好像宝石，好像绿宝石，好像红宝石，好像什么黄碧玺，这好像是就没有办法形容。就得用好像，是不是？用象征性的，对不对？因为在天上实在是美得不得了，我们觉得在地上美，将来在天上比地上美，那也没办法比呀。就是说天地之差，没办法比。天上为什么给你建？在耶稣基督这个奇异未解开以先，就出现天上的敬拜，天上的24位长老和4活物的敬拜。为什么要把这件展现在弟兄姊妹面前，叫你好友在主的面前有足够的什么信心和什么盼望？有足够的信心和盼望，就是你不失去信心的。恐怕你今天进到企业里头，一出现个第一基督开始逼迫基督徒了，你就害怕了。叫你不要害怕。所以耶稣经常讲说，不要怕他什么杀身体，因为杀了身体杀不了什么灵魂，只要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耶稣这样指示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出现
你看在最后灾难中间，一会儿出现天上的样子，一会儿出现天上的样子，是不是啊？一会儿咱们等往下讲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就看见天上敬拜的样子，隔一段时间，其实那都是将来未成的事，而叫你看见，这里面是不是未成的事啊？未成的事给你看，给你看的未成的事，这叫什么？或者预象，或者什么？一种预象啊。预备啊，就把这个意象，这个预先告诉你，这叫什么？预先叫你看见这个意象，预象给你看一看，给你看的目的是什么？激发你的什么信心？激发你的盼望，叫你在患难中间也能忍受得住，叫你有盼望。将来我在地上肉体受苦，即是一瞬间的，是不是啊？自担自轻的苦楚，归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这是激发。你对主的信心和盼望，恐怕你失去了什么？信心。我们的盼望就在这个时候。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什么？在此。为什么说在此呢？就是这个地方有逼迫，马上逼迫就要来到了。因此，在逼迫未来到以前，耶稣基督这个灾难未来以前，耶稣也未来以前，圣徒肯定是在地上的，没死的圣徒一定是在地上的，对不对？对。有许多人没在地上，这基督徒突然就没有了，找到圣灵依据了，根本就找不到圣灵依据。我们今天要讲，是把这个整个这个启示录查一遍，给弟兄姊妹来听。好，这是第二节啊。那也有坐在宝座上面，就说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的也是永恒不变，是不是啊？是。把宝座显出来，就是要叫你知道，神的宝座在天上安定在天的。这是天上的意象，叫你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这个座位上，是永不动摇的。他那个宝座是永不动摇的，正是大卫的宝座，啊，耶稣基督这个宝座是安定在天上，叫你的信心扎在天上，不要扎在地上，好不好？叫你的盼望也在天上，不在地上。所以就把这个宝座给你显出来，是给你看的。你看我们主已经做王了，在天上有宝座，那我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也跟他一同做宝座，好不好？好。所以不要怕，只要什么？信心。好，第三节啊，这是第二节。第二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听懂啊，听不懂的呢等到时候可以随时随地问啊。我在写的第三节啊，第三节讲什么？是吧？看着坐的，是吧？看着坐着好像碧玉和什么？看着坐着的是谁？耶稣基督。那因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坐在那如同什么？碧玉。所以他是宝贝，对不对？他是宝贝。说看着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什么？又有红围着。所以在一个宝座上，我只能暂时用这种方法来画一个宝座吧。这是个宝座，你坐在宝座上，然后上面还有一道彩虹在围着，毫不宏观呐、啊。宏观。围着这宝座，然后再坐在上面一个，但是我没办法把那个实在行，坐在上面的，坐宝座里的，如同什么？如同碧玉，还有红在围着，各样宝石在宝石中间，我这人就盼宝石，但是这个不是地上的宝石，听懂了吗？对，都是属灵的，不是属物质的。你不要想用人的思维想，这一定是红宝石啊、蓝宝石啊，他用这个来比喻，时代里的红宝石、碧玉，还有蓝宝石、水苍玉、水晶、紫晶、红玛瑙都没有办法比。那人实在用没有办法形容，他说好像，没有办法形容了，对不对？就像神的爱是长阔高深，人没有办法形容，就用长、用阔、用高、用深来形容，对不对？没办法形容了。好，再继续往下看。我说，那坐在上面好像碧玉，这个碧玉是无有瑕疵的意思，它是代表，对不对？碧玉是没有瑕疵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毫无玷污、毫无瑕疵、毫无罪恶的，是代表没有罪恶的。那宝石又是红宝石，又代表什么呢？尊贵的、
西，对不对？碧玉也都是好东西。他今天把耶稣基督比碧玉还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他是，不是第五章，后面第十七章是，说耶稣基督是什么宝贝？你们要得到这个宝贝，就得什么变卖一切所有得到这个宝贝。这里面提到他是无瑕疵的宝贝。注意往下看，宝座周围，注意看这有十二个彩虹，这又有彩虹。围着宝座好像是什么绿宝石，说绿色的宝石在围着中，彩虹代表什么？彩虹代表什么？啊，约嘛，它就代表约，是永恒不变的约，对不对？预表旧约是新约，新约是永恒不变的约，是上帝给人立的约，是永恒不变，叫你知道他给你立的约是什么，永不变。你放心吧，凡在地上承受苦难的，我给你立这个约，在天上是给你预备好的。我这个约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他用彩虹，彩虹在旧约里出现彩虹，新约里面什么彩虹？它是七彩虹，七彩虹代表是什么？完全的约，上帝跟你立个完全的约，对不对？再往下看，这是彩虹啊，也看着宝石，又坐着，还有看着彩虹，我就不一一写，这个黑板给写一下。继续往下看，第四节，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位，四个座位，怎么出现二十四个座位呢？二十四座位就是指那个十二个长老，二十四个长老，二十四个长老在旧约里头出现过，在新约都哪二十四位呢？就是以色列二十四个儿子，对不对？新约是指谁？十二使徒。咱们稍微往后看一下啊，稍微往后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谁？那十二个在旧约的十二位长老是指谁？我们看七章五节。二十四位犹大开始啊，犹大下面是加德，还有亚舍、拿弗他利、马拿西、西缅，还有以撒加、利未、以撒加，还有谁啊？西布伦、约瑟和便雅悯，这十二个支派啊，就是最后这个十二支派，还是这十二支派。而这里面少一个谁？少大。少大还少谁？那个伊瓦莲，对不对？伊瓦莲和蛋没有的，就伊瓦莲蛋没有，搁哪没有的？我到现在我都没找，怎么没有的我都没找，启示录就没有他俩。伊瓦莲在前面，从前有伊瓦莲，还有蛋在这里没有的，就是找不着。我搁四世纪也没找着蛋，四世纪光说蛋拜偶像，连这个拿便雅悯最后都绝种了，最后都没，这里面还有便雅悯。就是没有这俩，这伊瓦莲是约瑟的儿子，是，嗯，那但是雅各的儿子，但是这里就没有他了，而这里头却有约瑟，也有便雅悯，就是没有伊瓦莲和大雅这两个支派，突然就是失踪了，怎么搁哪失踪的？在旧约里头没有记载搁哪失踪的，我都找了 好长时间才找这个，搁哪失踪的这两个支派，一共就这里头就十二支派，也填满了十二个支派。但那二十四位，就是耶稣新约里头二，一共是十二个门徒，那十二个门徒谁能说出来？哪十二个门徒？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雅各、约翰、菲利、巴德罗买、马太、多马、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分人党徒西门、雅各的兄弟犹大和以后成为叛徒的加略人什么？犹大，就这十二个门徒，一共是。这个十二个支派呢，和十二个门徒在天上同坐宝座。那我们在哪儿呢？我们也同坐宝座。别看是十二个，十二个代表什么？完全。为什么十二是完全呢？你懂音乐的人你就知道，十二是最完全的。你回去看看你家那钢琴，每十二个为一组，每十二里还有五个黑键的。
你听懂了吗？白剑的中间含了五个黑剑的，那哪十二个吗？就是这样啊。那这里边啊是这么，这黑剑的，就是这样剑的，就是剑的与剑的中间夹一个黑剑的，是不是？这是黑剑的。这也是建的，这样一共是十二个，一共这么排列是十二个，每一组都是十二个音，十二个音都是半音阶，所以这半音阶正好是十二个，但是几个音变成的？七个音变成。你回去你可以看，哆升哆，瑞升瑞，咪发之间原来是半音，咪不用升啊，发升发，嗦。升嗦，拉升拉，拉升拉啊，七七头之间是半音，所以不用升了，七头之间是半音，完了到七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正好七个音变成十二个音，你看看，哆来咪发嗦拉西。这样是七个音，变成多少个？用半音。半音是什么呢？就是有讲音乐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小二度的，小二度是半阶和阶梯，就像阶梯一样，半阶阶梯一样。所以都用半阶阶梯来上，就是十二律，七就能变成十二律。所以这十二个，这里面说十二个宝座有没有我呢？有没有我？这里面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受苦难。同得荣耀，并且一同作王，是不是？是，一同作王，一同有宝座。那说十二个，你就不用人的数字是十二个，你要用人的数字十二个，坏了，没有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十二个长老和有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和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那就已经占了这十二个座位，所以你不能用人的数字那个十二，你要把它看成十二个是什么？完全，所以有你的座位。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今天，你只要在基督里面，好好守住神的道，是不是？听主的话，肯定有你的份儿，好不好？预定的我们做王，我们是说，若是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做王，是不是？这后面那下面已经做王，做王既然做王，有没有宝座？有，一定会有宝座的。说这个，哆升哆，来升来，咪发升发，嗦升嗦，拉升拉，西。正是十二个平均律，这叫十二个平均律。用中国古代的那个古钟叫黄钟、大礼、太初、家钟、戊戌、中礼、为民、民钟、一德、南礼、无色中钟。你上故宫里就能看到这个十个扁钟在那里头，都是青铜器做的，敲的声音都不一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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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一敲用那个就是这十二个。你看圣经奇妙就奇妙在这个。上帝呢，以十二个小时为一天，以十二个小时为一晚上，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是不是？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是不是？有十二个宝座，是不是？耶稣有十二个门徒，都是突然的。五个饼，两条鱼是七个数字，那个七是那个最后七掰完了就是十二个，剩十二个篮子，不是偶然的。你以为是偶然的吗？是不是啊？这不是偶然的，上帝要提醒你，就音符告诉你看，你们要赞美，用四弦乐器赞美，这音符里就带着上帝的完全数字，这是完全的，不要以为七，你不信你把那七你做音符，就是七，七个音，怎么做才能做出好多好多的歌曲，对不对？所以它是完全的，你怎么做它不会重复的，所以它是完全的。所以这个十二是完全，不要把十二当作是十二个数啊，不要当作人的十二个数。的确，他有十二个支派，有十二个儿子，但这十二个肯定是完全的。所以这十二个宝座就是这二十四位长老在上面坐，将来有我的位置，肯定有你的位置，你就不用再担忧。你只要跟基督同效法他的死，跟从主耶稣基督。往下看。将来就把那些人都显出来，是做王的人都显出来了。我们看，这是第四节啊。我们看，
坐说宝座的周围有12个座位，其上坐着不是24个座位，其上坐着是24位长老，穿什么？白衣。坐是代表什么？宝座呀，这是第几啊？第四级啊。第四节，第三节就查了，第四节啊，第四节这里边有12个宝座，二十四个宝座啊，这里第一是24个宝座，然后还有24个什么？长老，第二是24。个长老，这长老不是长的老，不要把那个长的老和这个比在一起啊。这个长老就是什么？上帝所设立的长老。好，再往下看啊，24个长老，这里面是都坐在那宝座上，这个宝座上坐了24位长老，穿什么衣服？白衣。三是穿白衣代表什么？圣洁的。白衣代表什么？义，隐心诚意的人，对不对？隐心诚意的人都穿白衣，没隐心诚意的人，他就不是穿白衣，他穿黑衣。好，穿白衣，头上戴着什么？金冠冕。金冠冕。都成王。金冠冕是代表什么？孤儿。金冠冕，什么样人戴金冠冕？啊，你在旧约里看到有谁戴金冠冕？金冠冕呢？金冠冕，戴金冠冕穿白衣的24位长老坐宝座的，好不好？好。坐宝座的，而且给你预备12个宝座，然后坐宝座的，然后穿白衣的，戴金冠冕。叫你看见天上是什么样子，你还在地上受点苦算啥呀？所以至善至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要算。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什么荣耀？这金冠冕本身就是荣耀啊！不单单有权柄，而且有荣耀，是不是有奖赏？神给你这样的宝座是权力的象征，对不对？对。神叫你坐在宝座是权力的象征，神给你穿上白衣，表明你是因信诚义的人。神今天给你戴冠冕，表明你在基督里得荣耀了，跟基督同得荣耀，是不是啊？是。所以你不要害怕，今天一瞬间的苦楚，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可能一个多月了，是不是？一直在查经，一个多月。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觉到厌倦了？没有。35天了。啊？有的人都害怕了，害怕这怎么有会这么长时间查经，坐着都难受了，是不是？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今天暂时一点点苦楚，得到圣经上神给我这样的指示，将来的意象多。你想去找那个地方，可哪去听呢？听不着啊，是不是？也没有一个人坐在这个站在这个一个就给你讲，也不可能有人给你这么讲。一节一节经文给你分，那不可能的事。我问过他们，他说就讲一小块。感谢主啊！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戴金冠冕。我们看第五节，五节是什么？一提到这事情，就应当什么？就对地上就应当什么？惧怕。这里面有什么？第五节是第一是什么？闪电。闪电代表什么？我们看一段经文好不好？看看旧约出埃及记。愤怒。我们看代表什么？第18节，什么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12宝座在宝座上的人却降服了，对不对？没在宝座，是上帝的从殿里出来一种什么闪电？还说出什么？20章18节啊。出埃及记20章。这里面有，这里面也有闪电，这里面也有雷轰。等一会儿咱们看看启示录里
这里边也出现这么一个背景，出现这么个这种声音，这种意象。小子们，四八姐说，众人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什么发颤，远远的什么站着，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什么死亡，是怕神呐、啊！一有这些事情是震怒啊，还是慈爱？震怒，就表明上帝说：“你坐在天上吧，给你预备好座，你不在地上，你在地上将来就有震怒的，对不对？”对，这还不明白吗？出现了，那这在什么情况下这样出现的？就活在自我里边的人，就要遭到上帝震怒。在守律法的人，这是刚颁布完律法就出现这种声音了，是不是啊？十条诫命在20章头一节就开始往下颁布，刚颁布完，百姓因着律法是惧怕神呢、啊，还是亲近神？惧怕神。和神之间是和好啊，还是远离神？远离神。所以在律法下的人亲近人，远离神。你看不看？摩西啊，你跟我说话，不叫神跟我说话，恐怕我们什么死。凡在律法下的人都远离神。因为他怕神，因为违犯律法就神的震怒就临到他了，是不是啊？这里面提到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生不生气啊？这山上冒烟生气，雷轰是震怒，闪电是烈毒，脚声是预备打仗的，山上冒烟是生气的，他们就都干什么发颤，是嘚瑟害怕，对不对？嘚瑟的远远的站着，是离神远是离神近啊？你看远了，就是律法颁布完，就离神就越来越远，不是越来越近了。就一条律法，亚当在伊甸园里都没守住，最后怕神呢，是躲起来了，还是靠近神？躲起来了。躲起来，那就表明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对不对？律法是惹动愤怒。好，回到第四章这里边说，有闪电声音，还有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回到启示录啊，启示录第4章第5节，这里面第二是声音，第三是什么？第三雷轰是不是啊？吓死了，对不对？像雷轰，第5节是雷轰。一要打雷了，你说人是怕呀是不怕呀？怕，害怕呀。闪电出来，人是怕是不怕呀？怕呀。那声音呢，是烈怒的声音呢、啊、就没说这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有声音，有闪电，有雷轰，就是表明上帝的烈怒，上帝的震怒都临到这个人世间。所以不要在世间待着，要仰望天上那个给你预备的宝座，对不对？对，给你预备的荣耀，给你预备的冠冕，就叫你往天上预备的白衣。那这提到白衣不是轻而易举，提到宝座不是轻而易举，坐宝座穿白衣戴金冠冕，下面就是什么闪电，五节马上的有那个叫光景，夸就改为什么震怒的光景，一个是什么一个信荣耀的光景，夸就变成什么奋斗的光景，还不知道啥意思吗？一个天上地上是啥，对地上是这样，对天上是这样，是不是啊？显出一个意象，从宝座里出来，对这个地是发怒的，对不对？上帝将来要刑罚这个世界，我因邪恶刑罚世界，是不是啊？以赛亚书43章第9节往后你可以再继续往下看啊。我们回到从宝座里发出来，为什么是从宝座里发出来的？表明这个宝座是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什么审判的权柄，审判的权柄。正因为他是人子，所以赐给他行审判的什么权柄。说我父不审判什么人，已经把审判的事情交给谁了？交给死。所以正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将来审判的世界的权柄。好，再往下看啊，第5节完事咱们再看，往下看啊。又有7盏灯，说7盏火灯是宝座前点着的，是7盏灯。那7盏灯是什么呢？这7灯就是神的什么？为什么又是提到7呢？完全的。这
为七为什么提到七？是他遍察全地的，神的灵是遍察全地，所以是七灵。所以七盏火灯，又是七灵。王先生，这七灯是七灵，在这边提到七灯是七灵啊，点着的灯。这是第四点，点着火灯。为什么提到火呢？啊，提到火是什么？啊，火代表什么？点着的火灯啊。那前面是真路，对不对？把灯又点着了，七盏火灯，这七灯就是什么？神的七灵就点着了，发光的，点着这灯是干什么？照亮的，点着了。这火将来是要干什么？烧灭众仇敌的烈火，主的灵就是烧灭众仇敌的什么？烈火。他的话就是灵，他话一出去烧灭众仇敌，这点着的。好，再继续往下看，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这是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什么？水晶。这里面又提到又上了宝座了，宝座前有七个，有一个玻璃海，是不是？玻璃海代表什么？所以众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最后会看到众人都站在玻璃海上。他不是说像玻璃海那样，他是讲着天国里头是无有玷污、无有瑕疵的、透明的，是如同什么玻璃海那样纯净。像水晶一样，像宝石一样，就用这来形容，就是形容天国它美得不得了了，没有办法再形容了，没有一点不够的，像水晶一样。这是第六节啊，玻璃海啊，这是第五节，啊，这第五节在这，这是第六，这是第六节啊。啊，第六节是玻璃海，玻璃海后面提到玻璃海，到时候咱们讲到那个地方再说玻璃海啊。我把这擦了，行吗？行。讲到第六了啊，玻璃海啊，第六是玻璃海，它站在然后我再看啊，玻璃海如同水晶，就是特别透明。宝座前和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啊，前后遍体都满了什么？这四个活物什么？这什么是四个活物的？是牛犊，不是牛犊啊，不是牛犊的，它长的是它这个样子是显了个异象。我们看啊，这里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啊，查看眼睛多是干什么呀？看的。所以这四个是什么呢？这是第六。是不是第六啊？是第六啊。第六前面是玻璃海，然后呢是有四活物。这四活物啊，在圣经，在旧约圣经，我们先看一下以赛亚书啊。这四活物到底什么？四福音。四活物，我看四福音，四个见证或者四个形象。四福音。我们看。从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那四活物曾经出现过，在旧约多次出现四活物，在被以西结书里出现过四活物，以西结书一章出现过，好像十六章也出现过。好，咱们看这四活物到底是什么。第一章第六章，这里边说是撒拉福，
也长六个翅膀，这边也有六个翅膀，他喊什么他喊什么，他喊圣哉圣哉圣哉，他也喊圣哉圣哉圣哉。撒拉福具体是什么？也是活物，但他有上帝的形象。有的地方记载是一个活物，有四个脸，一个脸，一面脸是什么？人脸，一面脸是狮子脸，一面脸是牛脸，一面脸是什么？鹰脸，就是这么一个活物。说在天上记载，而这里面记载是什么？一个活物，一个脸，一个狮子脸，一个牛脸，一个人子的脸，还有一个鹰脸。说有的地方记载的不太一样。我们看先看第六章，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王崩的那年，王崩是什么意思？死了的意思。下崩了就是他死了的意思。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这是主啊，坐在高高宝座上，这是指谁说的？是耶稣。耶稣说的，说遮满了圣殿。圣殿是什么？就是教会，对不对？其上有撒拉福势力。撒拉福是在那站的，对不对？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什么？飞翔。说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遍满全地，充满全地啊，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啊、哦！他在那喊圣哉圣哉。我们再看，回头看启示录，把这隔上啊！回头看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的这里，他说什么？这四活物，第八节、第七节就说四活物是什么？也脸跟他一模一样的。我们看，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什么？人。第四个像什么？像鹰。这四个活物各有几个翅膀？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什么？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说的话和前面以西及和以赛亚书里说的话一样的，是不是？也是六个翅膀。那这里面说是撒拉福，是不是？撒拉福到底是什么？撒拉福到底是什么？我们再看以西结书，我们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十章，咱们先从第一节开始看，以西结书第十章，这里边是，小子们，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了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状。注意看啊，主对呢，说主对呢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我就见他进去。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院内。说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这荣耀怎么是基路伯从这个地方上升？这就表明这个基路伯和普通的天使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他是带着上帝的什么荣耀？是有四个什么上帝的四种形象的，而且他是什么上帝造的一个活物，是超越天使的活物，超越天使的活物。我们往下看啊。往下看，这里面说的话呀，跟刚才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说这是第三节，第四节啊，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充满了云彩。说愿雨也被耶和华荣光，说荣耀的光辉充满。
脊柱骨翅膀，脊柱这里面也长翅膀，对不对？翅膀响声听到外院，说好像全能者什么说话，连他的响声都是像全能者说话的。全能神啊，全能神说话是不是？这就说明他是谁的荣耀啊？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形象荣耀，用这个四个这个基督徒，用这个四个活物来代表上帝的四个形象，也叫四福音的形象。上帝故意造出这么一个四个来代表他的样子，代表他的形象。一个鹰的形象是什么？一个狮子的形象代表什么？这里面继续往下，那就很长时间，跟下面说的是一样的。他也是撒拉福，也是什么？和普通天使不一样，他也是撒拉福，也是什么？基路伯呀，撒拉福，或叫什么？基路伯。基路伯呀，或叫撒拉福，或叫基路伯，都成。在以赛亚书说他是基路伯，说他是撒拉福。在这段经文说他是什么？基督徒。但是他和普通天使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少数，对不对？基督徒和撒拉福是少数的，而天使是千千万万的。听懂了吗？基督徒 在这里只提到什么？四个基督徒，四个，在这个启示录只提到四个，在前面以赛亚书的也提到他很少数的，他就天天嘴里喊着什么圣哉圣哉圣哉，所以耶和华是什么？他的荣耀充满全地的。在后面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什么？永在。所以他这个这个基督徒在天上他是干什么？赞美的，对不对？敬拜的，赞美的。所以呢，有两个宝，就是什么？他虽然有主的形象，但是却不显露自己的头，是吧？还有两个膀是什么？遮自己的。所以他是完全服上帝的权柄，他代表上帝，虽然是代表上帝的形象，有四福音的这个形象，狮子形象代表做王的形象，眼睛遍体都是眼睛，表明神的灵遍察全地的，是不是？然后呢，他的那个。这个牛的形象代表什么？农夫的样子，所以他必须遮盖。还有什么形象？人子的形象代表什么？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形象。还有什么？鹰的形象表明耶稣是神子的形象。他就四个形象，他是用活物来代表四个形象。好了，感谢主持人。